各位 to B 的朋友，大家好啊！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录这个录视频了，好长时间没有上这个咱们这平台了。这个我今呃昨天吧，昨天传上去一个段子，传上一个视频，传完视频之后呢，我自己翻了一翻，翻了一翻的时候呢，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广告植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里面了。这里面呢不乏就有卖翡翠的，啊，我今天翻了几次，都是我好多的作品都是卖翡翠的，啊，卖珠宝的，啊，这个说的超便宜啊，等等等等，我这个就挺不服气啊，因为也是好长时间没翻这个视频了，所以我今天临时起意，5分钟之前我拿出来的这个一些翡翠，今天我们就敞开了。啊，敞开了，给咱们这个茶友 follow，因为也是好长时间没这个什么，没这个播视频了，所以说就也是为了回馈咱们茶友，你就感受一下，你看我的东西是不是便宜，是不是中国最低价，是不是全世界的最低价格，知道吧？哎，你就不要说这个普通的卖家了。一会儿你就能感受到，你就看看在全世界有没有能这么便宜拿下来的就完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藏友里头有珠宝商，那我可以这么说，今天你就掏上了，啊，我搬了几盘子下来，一会儿我临时起意，大家看这盘子，能看见吗？你看这盘子边儿，那盘边儿写的未名珠宝。啊，这是咱自己家的，我就直接端盘子上来的，端的比较乱，因为这个盘子比较重，啊，正常能装10多盘子，我就装了4盘子，啊，一会儿如果高兴了，我车的备箱里头，发现我车备箱里头还有一个小盒，小盒里头全是翡翠，全给我拿来，啊，今天那个喜欢翡翠的，喜欢珠宝的，啊，让你戴一辈子。让你不喜欢的，你再转手出去卖，你都赚翻了，马上就赚，卖就赚翻了。好，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啊，因为临时起意，所以说我们连一个电棒都没有，可能我就拿手机，拿这部手机打灯给咱们看，来，开始啊，行，好，开始，来吧，那我往上端呢，还是怎翻转，么然后的？翻转完之后把镜头掐那个啥，低端了，来，先端上一盘子，来，各位茶友。看看这个咱们的翡翠怎么样啊？东西都是 A 货啊，放心，没有问题。来吧，这盘子好像就两样东西，几样啊？这个太多了啊，跟我们比翡翠多少那真是比不了啊。看看颜色漂不漂亮啊？非常牛的翡翠，没有打灯，这是自然光线下，我这手机还在这呢啊。来。这个是就是喜欢戴戒指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买这个东西玩行啊。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有一个个挑的这个必要了，是不是啊？这个东西看一下多邪啊，这是多邪？查一下来，查一下多少？2、4、6、8、10、12、17、16、18、20、21、22、23、24、23、24、25、26、28、30、31、32、33、34、32、34、35、36、38、40、42。54、56、58、59，五十九个，这盘子里是59个，对啊，不算别的了，59个，多少钱？59个一起壳，一堆卖，对，一起壳，直接，价格，因为啥？因为咱们这平台都是海外藏友的，你没法，你要是一个个出，你要是没法出，那就只能给咱们。藏友放肉价格的，对，就59个，咱们一起出。你要你一个个出没法出这种东西，你口径大小都不一样，是不是？他不喜欢他就拿出，他就收藏，要不然就拿出去卖。500个，59个多钱？500呗。59个500，一个够多钱？不到10块钱。不到10块、啊？对呀、啊。贵了。啊？贵了。放了。还咋放呢？这个价格已经。59个500。不是，咱这个这次咱们播这个，就是为了彰显咱们
在全世界翡翠的优势。嗯，知道吧？你这个五百高了，真五百高了，咱们59个，100块钱，那你开玩笑呢吗？100块钱，你咱自己拿也拿不来呀，这玩意儿是不是？你批发也批发不来呀。这是我的兄弟啊，他要保健。你这够不上2块钱一个了，你这还是翡翠了吗？是不是？100行不行？100啊，59个，100块钱。因为啥呢？因为全是海外的，像海外厂友，你整的，等到时候你连运费都不够，是不是啊？嗯。啊，那100块钱属于是。对。先到先得，因为咱们就大批争取几个人分。如果一个厂长拿不了，批量一半或者怎么整，是不是？100块钱拿不了，那有点那啥了。不是，我说拿还有的厂长还有别的东西的情况下，嗯、但争取这些东西，两三个厂友就包圆了，你知道吧？谁见到谁先见到谁合适。100块钱，59个，就是你这个你正常你买一个，你买一个的价格，你回去你之后你随便挑。不就完事了吗？59个，100块钱，那倒是1块来圈一个，真是。你这个你就再挑就、啊、挑就。我们的厂友谁就是不要跟我提这个赚钱的事儿啊！我为什么这么往下降价呢？你跟我提赚钱，你说我赚钱我不乐意，为啥呢？工艺费都下不来。我先说一下啊，这不是塑料的，这是天然 A 翡翠。你不要看说你这东西我是1块钱人民币给你的，如果东西不对，啊。如果东西不对，不管你拿到哪儿的权威鉴定，啊，中国只要是中国权威，就是国检鉴定，只要是中国任何一个国检鉴定，在我的这个范畴里，全是认可的，啊，有的咱们厂友，因为我长期在讲这个，瓷器，有的时候说瓷器不好鉴定，鉴定费用高，啊，等等。你这个还需要鉴定吗？这种鉴定费用是不是就很低了？在行内的话，我们鉴定行内的话，也就是5块钱，是不是？嗯、对，5块。我们鉴定5块、嗯，你们可能是鉴定贵一点，10块钱，嗯，啊，10块或者20，啊，只要是国检的，只要国检，你拿出证书，你说，汪东老师，你说你出这东西不对，我赔你10000倍，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我100块钱人民币把这些全给你了，完之后呢，就说我出的不对，是吧？那不行，啊，运费呢？你要自己出，啊，大概现在邮寄时间可能是偏长一些，但是我争取是4天之内把这个所有货邮寄出去，是不是啊？嗯，哎，4天之内，因为这货就在我跟前，这个就过了啊，这真是这价格，好像在哪儿都买不来吧，是吧？咱不管是在哪儿，随便找。啊，不要说买了，就是你做都做不出来。对，你这个东西你做不出来。一个抛光，对，抛光，对吧？对，这抛光呢？为啥这么播？我不说了吗？你就让你们这帮挂翡翠的专门上我的平台里头，你知道吧？那个 YouTube 这平台，嗯、它是它是可以有针对性的投广告。就比如说，他知道咱们做古董生意的，嗯、咱们的所有的厂友都是高端厂友、嗯，所以他专门往你这投放广告。投放翡翠的广告活了，咱自己也打压他。来吧，咱没想到咱也有这玩意儿。今天呢，我就秒杀这些人。来，这个是什么？这是锁头，就是小孩戴的。雷金锁。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这两个这水头是真好，这水头要打灯的话贼透。嗯，老蓝水的那种。老蓝水啊，这个不错。1、2、3、4、5、6，6个多钱？6个200块钱。啊？200块钱，20。哎呦天！20，操！哇，知道吗？56，今天我跟你说5、6、30，我跟你说4、6、24、36，这够2-3块多钱。这都是一体的，咱们厂友看一眼。不，咱就说这个，这都一体的，看不看见？啊，这是手工费的项目。这个雕刻它不是机雕的，这样对啊，它不是机雕的，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对，你手工费，你这那翡翠哪有机雕的？翡翠机雕那太少了，有机雕，但是你像这种太少，机雕雕不出来，这个掏不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但你这是手工费，机雕也下不来，什么的它也下不来。这再一个跟咱们厂友说一下子，这不是机雕的，知道吧？对啊。如果我们厂友当中有想做未来想做珠宝商的，或者是现在喜欢留了一些升值的，你就完事儿了，你知道吧？我出的价格，你不要说你我的翡翠确实是缅甸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就在缅甸你买下来这个价格，
你知道吧？咱们有好多厂友，咱们有些厂友呢，就是人在缅甸啊，也是同样买翡翠。我就告诉你，你即使是人在缅甸，你渠道不行，你也是白扯，知道吧？啊，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厂友说在缅甸买翡翠，完了我不做评价，我只评价这东西对与不对，对于价格我不评价。我可能有几个厂友都知道他在就这种情况，啊，来，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常有如果说我这些东西不对是玻璃碴子，我不做回复，我什么都不说，哎，两种方法，要不然你拿回来给我退了，啊，你多少钱拿走，我多少钱保证给你退它，啊，我一句废话都没有，没有那个时间跟你俩评判这个真假，我这个即使是玻璃的我也做不下来，你知道吧？但是我告诉你了，你要不然你不喜欢你给我退它，要不然呢，你这个什么，你这个，你去给我拿鉴定证书，我赔你10000倍。东西不对，不是 A 货，我赔你10000倍就完事儿了，我都一句废话都不带有的。来，看，这是项链，这就一串吗？一串，穿好的是吧？穿好的，这个正常来说，这个市场价，这个是乱按这个个数算的，对，这是按多少个的？按24、28、24、16、18、20、22、24、26、27个，咱就算是10块钱一粒的话，也是270块钱，也是。很便宜的了，就是说咱正常拿的话，6、7、8、9、10、11、12、13、26个，26个，我数错了，26个，你说意思那个拿货的话也是260吧？咱就是我的意思是咱自己拿，不是卖的话，这个也得是10块钱一颗，对吧？10块钱一颗，260，但是正常卖的话也就是几百块钱吧，这个东西是吧？对。市场价的话，这个要市场价的话得500以上，对，500以上看不着它，你连想都没想，你知道吗？188吧，88好听，88来，过，便宜，皮鞋，是吧？如果咱们厂友要挑哈，我没有时间挑，知道吗？没有那个时间挑，这个是一块料出来的啊！我当时一块料，咱们做了好几百个，是不是啊？对，这一手料，对，我做了好几百个皮球。对，这块料，这是多少个？你查一下子。这也一手，这不能一手了，这个一手直接磕。你这一手不划算、啊。我知道这个贵，这个特别价格特别高。这水头好啊，水好色好。啊，这个咱们常有看一眼啊，这个是翡啊，这个都是翡的颜色，你看。你看这黄色，灯一打是这种状态。越是这个黄色的都是带翡的，你知道吗？你像这种，你看半翡半翠的，看不看着？看不看着？这个没法一手。这个其实没法一手。这真没法一手。没法一手。这要挑的话肯定是不行，挑的话价格高。你正常这一对的话，600块钱一对。市场价，你说是市场价还是批发价啊？这批发价就得600块钱一对。批发价啊，这一对的话，大概一个就得300块钱。我意思是咱自己拿货价。对，正常都是。就像这种指头，基本上300块钱一对600，基本上得这种状态。这个市场价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对。啊，卖的话是这样的。啊，绝对是2000块钱左右的。而且看品头，这里边这里边也是价格不等的，为啥？就有可能有货头。对吧？有货中的，对啊，这不一样。对，那你要一手出，这没法出啊。看这颜色漂亮吗？你知道吗？这颜色漂亮，这多些个，长多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29个，差一个30个。30个。正常成本价也快也得10000了，600的话30个，36。我是按个算，咱一个成本的话，这些也得10000块了。按300块钱一个。对，是不是？对，300块钱一个，300块钱一个都是成本价。这个雕工，这个皮球的雕工没有，就是在国内没有100块钱人民币一个，没有人给你雕。是的。这全手工雕刻的。嗯。没有100块钱，不可能有人给你雕。特别这种立体的啊，各位朋友，雕的很立体，它不像那个只是一个平面的那个牌子雕，是不是有时机雕就完事了？但是这种立体的，它是机雕，它是打不过去的，它就是吧，它是全方位的这种。
有可能是基雕加手修，这样都有。嗯，对，它是也是两个工序的。三百的话是三百一个的话是29,9,870，现在是8,700。对，8,700，就这些8,700呗。8,700。哦，成本8,700。成本8,700。是一对正常卖。这颜色漂亮。太漂亮了，这里边。嗯，这是凑整，凑整啊，不散出，咱们不散出。如果要是有咱们有藏友一下子一分为二的可以，你要再分太多了，就是、分不了了。对，这么一分。对，对，这一手5,000，那有点太低了。没事，5,000来吧，5,000没法卖呀，这种情况。今天我放漏，你放漏啊？我心疼啊，不是放漏的事啊，这个。心疼啊，来吧，走吧，这你拿去这个啊、这5,000你倒是视频为证就完事了，咱自己不用记，咱回头自己都记不住多少。嗯，拿录视频算，拿牌子还是拿牌子，随便，拿点挂件啊，拖点挂件，来，快点挂件，行，来来一盘吧。那个啥，你老比咱那个那个太拿来了。嗯，来，啊，飘绿的，这给他归成类，你知道吧？归成类，飘绿的，对，对，我看看谁以后谁再在我的视频，如果谁再往我的这个视频里头欠卖翡翠，我跟你说，咱们藏友就帮我把这期视频来发给他，让他看看，是不是？国外的一些女士，我专门看某平台，国外一些女士卖牌子。卖牌子都是什么价格我大概都知道啊，基本上一牌子都10,000多，完了就完事儿了，搞个抽奖，你知道吗？嗯，基本上香港的还有那台湾的，有一个女士在那 YouTube 上还有那什么上Facebook 上，还有 Facebook 上的都这么出的。来，这一手，来这三类，这四个一共3类。对啊，这个拿，这个单拿出来啊，单拿吧。这个为什么单拿呢？你看，哎，这小赌头也挺漂亮，小赌头，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清代啊、哦，这现在不是了，现在因为啥不是了？这是清代一个灵管，看里面这眼这么粗，知道为啥吗？这是一个清代的灵管，灵管当时一个藏友给我的，咱们一个藏友给我的，啊，一个灵管做了2个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新的了。他当时他拿过来之后，我说这个灵管是老的，他说啊，他说好不好？我说好啊，不错呀、啊，这个东西啊，老灵管能这种飘花这种色就可以了。他说行，我知道了。回头他就把这个做成一对儿，给我一个，给他一个，他自己带一个，给我一个。完我吧，说实话，咱们厂友看着我播多少期了，我身上东西带特别少，因为啥？厂友你知道我是做这个东西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带什么了。其实我喜欢的东西很多，啊，有火机吗？我啥呀？说这个藏友啊，哎我操，就给了我一半，我也没带。这个东西呢，价格偏高一些。这是谁给的，你知道吗？这个那就别放了。这是逆中给的。嗯嗯，这个放出去有点不太好。这个是藏友给的。嗯。这东西以前是老灵管改的，这老清代的了，现在变成新的了。它重雕了，原来这顶上没有纹饰，就是一个平板的管。回头它雕了，雕完给我一个，操！这别出了。其实老的就正常来说一样的原样。对，老的千万不要动，特别老翡翠、老珠宝，不要动它，动了就变成新的了。嗯，啊，那这一手，这个是这个皮子料啊，这是皮子料。这个我不能糊弄大家啊，准确来说就叫皮子料，对吧？这个我们干一点就不能叫那个啥了，叫翡了。嗯，啊，这是一块料雕的，你看，这是龙，左右两块龙。有喜欢这种的，谁上有没有喜欢这种的？我建议估一个市场价格。嗯，正常，嗯，市场价啊。嗯，看你忘没忘？好久不那个。这个东西分咋说？像我当时卖的话，这个就是1,000左右，800块钱，800到1,000，就卖了。
还得说是咱们卖有优势的情况下，嗯，对。其实我说的市场价格不是你说的这种市场价格啊，就咱们当时的市场价格是吧，嗯，对。如果这个东西的是正常，比方说在商场里的市场价格，我建议这东西你要按低量，你要按商场价格可不这样了，嗯啊，这个现在你要个三千五千都是它，对对，那你看这个东西啊，后装底下，对，特别厚装，这后装，这个在珠宝店卖的话，对，你这一块对吧，三千五千的很正常这样的，对，那咱得给厂友的话不能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如果要是按三千两千的话，这四块就一万了，是不是？是的，嗯。我先多先放，你说我听听。要我说，嗯，就是属于给咱厂友的，就是四块，嗯，三千块钱，四八三四八三千二，七百五吧，那不就是七百五一块吗？我就是放落价，我也没估多少钱一块。就估这一堆就给放漏的价了。你说还七百五一块啊？嗯。你昨天三千块钱？三千呢？我是不是说太低了？我不知道。来，我给一个放漏价格，一千五，四块一千五，够多少钱？四四一千六，够三百来块钱。三百多件，这个正常雕工。我拿这块牌，我自己去雕过。嗯，在那个我当时卖的时候，这一块牌手工费要800，雕个龙手工费，要800块钱。你这咋？咱手工费你还不卖回来吗？这个，如果要是咱们雕的话，正常花钱雕的话，这块牌子雕下来得也得150。是，你说那批量。批量不对吧？150，咱正常拿一块去雕，你要不你800，是不是也不犯毛病？嗯，对，多少钱？这样的话，一块雕工就150，300，600，雕工600，批量，嗯，1500人民币啊，走人，走，你就看便宜便宜就完了，以后1500。一对儿啊，以后再改我的视频啊，这个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啊，那个咱只知道吧，这是一对儿，这是一对儿。但我这期把这个视频传下去的时候，我看他还他妈往不往我这里面欠那个啥了，欠他的那个卖翡翠的了。但是这一手我想说，嗯，没法要了。这时候可以翻绿，也可以分两人。翻绿，对，也可以分两人。价格高点。这个不是这一手里的。这不是，嗯。这个是甩出去，那个不是这个手，对，这是这个手，这是一块料下来的，基本。几个？这里面有一个佛造像，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十一个佛造像单摘出去吧，是不是？有要的再说吧。啊，这单摘出去吧，嗯，这样是嘎嘎准的啊。牌子，十男士在海外的喜欢中国文化的，带着牌子多漂亮啊！嗯。没说的了，这牌子这有啥说的？这一块牌子正常，如果在海外都能卖到3000块钱以上，3000、4000都是它。这是几个？1、2、3、4、5、6、7、8、9、10，这一手就3万。但你说3000，我感觉这价格说低了。你说3000，那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这个绿啊，没有这么绿。像这个带，这是山水带山还是蛮漂亮的。这是苹果绿，衣服上你衣服花纹的，是有花纹，嗯，还是挺漂亮的这个。嗯，你挑这块儿，脸上比的，身子比的一下子，你看，往哪儿比的？这往衣服上看，我这衣服太花了。嗯，挺漂亮。啊，这手怎么说啊？这不是低货，这个应该论块卖啊，也一手啊，对，没有那个事，这整的，不会卖了，你说整的，你不是你不知道往海外邮的邮费很高，有时候他妈的啊，有时候邮费都一个人买一块不值当，不值当，有时候一块的邮费也2、300块钱，是不是啊？你两块疫情期间对3块那个价，对，所以说我是这么的。是不是你自己到海外来送人家好分分呗，怎么都行。针对国内我都不能这么出，我这么出都乱市场了，是对不对？对，
哎，你别问我，我挣钱赔钱，你就看我敢不敢赔就完了。没事儿，那都是编号，不是价格。我意思，别让大家误会。对，这都是编号，你大家不要觉得价格，要价格这后面全是零。嗯，那老吓人了。你说一手多少钱？多少钱？一块三千，十块三万，两万八嘛。两万八。你这两万八，这我认为我是能卖的价格，这就是说，或者说这个也是真心实意给出的福利价格。这咋？你真心给那啥？他说你真心就给价格，你能给两万八？两万八太高了。两万。两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这十个不是说这种牌子，你要这种牌子，咱都说都不说了，对不对？嗯，这颜色不一样。这啥玩意儿啊？也不能说。对，那个颜色不一样，它不是说那个那啥的。对，我意思就是它飘绿，它现在飘绿贵啊，涨价了，翡翠涨价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涨价了，这我知道。但是涨价了，这都以前的老料，现在他们出肯定是出不了。啊、现在翡翠涨成这样，这怎他们怎么出？九千，一手九千，一个我不让他超签儿。九千九百，对，是吧？嗯，这八千，去他妈的，八千，是吧？一手八千来，就是胡乱卖了，就感觉来换那匹八千来，那啥胡乱卖的？来这个，二三四五六七微料，来这手微料来，啥的？我看看这，等我这个视频播出去，他们再在我这。我之前给大家放过漏，放过翡翠或者啥的，还有我的朋友也放过他的货啊，但是我不管啊，这是我放的。就之前呢，之前呢给咱们厂友放的也便宜啊，是不是啊？嗯嗯，来，放大漏来，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这顶雕的哈、啊，也是都是龙啊，九龙牌儿，嗯，这叫九龙牌儿，一个上面雕了九条龙，九条龙。这个好像还有缝呢，是吧？没有缝，全是龙，九条龙。这不是缝啊，这里面这不是缝啊。那是龙，龙椅吧？是甩出龙，龙头在这儿。就是叫九龙牌，九龙牌。这手你说多少钱？一二三四五六七，嗯，七，漂亮吗？这色儿多他妈正啊！啊，嗯。就是料产地不好，是。我跟咱们朋友科普一下啊，嗯、全世界翡翠有两个产地啊，一个是缅甸，还有一个是微料，就危地马拉啊，咱们习惯了叫微料。坑口不一样，这个对微料坑口不就是哎，工人度就是现在咱们认识，也有可能没认识上去，这个都有可能。五千，几个呀？五千，一二二四六七。这个位置，你看微微有点泛白，这块料。嗯，这块就不算这些武器，它也放漏了。五千，这个是送的，送的，咱就不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七个，二七一千四，一个二百，你这怎么样？来吧，来你就信我的，你就完事儿了。七个一千四啊，七个一千四，一个二百块钱人民币。咱们常常给海外都是花那个美元欧元的，这个二百块钱人民币就几十美元。二百块钱三十块钱那个三十。咱们厂友今天我给大家放的漏便宜，非常便宜，就超低价了。知道吗？我都是亏钱的价格，但是呢，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不要觉得我的东西是假的，是假货，不要这么觉得啊。来，都这样了吗？都这样了吗？你可别这么冷啊，这里面可有好，特别好啊，这个有头货。哎，这个题材叫什么了？那个福豆。这叫福豆。嗯，这金枝玉叶叶子。今天业务的福豆你查多少个？福豆二四六
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个，二十五个，对，二十五个，这斧头雕的不错，挺饱满的，嗯，雕的还行。你别看它小，这手工费一样，这手工费都不会低于一百以下的，是一个一个来的啊，都一个一个雕的，都不会低于一百以下。抛光就得20块钱，雕刻是雕刻，我跟大家科普一下，翡翠雕刻是雕刻，抛光是抛光，就是雕刻师傅雕完了之后，他还有一道工序叫抛光，对吧？啊，抛光的话，一个抛光费就是二十块钱，还得说是少的，就是我们说的是普通一点的料，行内啊，就我们行内。如果是，就是比方说南抛的这些东西，200，还有1000块钱抛光费都有。啊，这个，因为在这个翡翠这个行业里，我已经把这个钱都抠到底了，抠到根上了。可以这么说，中国没有几个人能跟咱们相比。我这么搞呢，你知道宝剑我咋想？我为了防止过一段时间有人在上我这里头来。摆那种就是往里头传那个啊古董欠古董的啊，今天他欠那个翡翠，你不反击他，明天他就欠古董，嗯，你知道吧？嗯，最多这个我感觉好像手数少了，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二十五，对，二十五，你说个价吧。二十五一手呗，对，一手呗，咱们就一手出。咋说的？这二十五，当时这一个小兜的也卖个500块钱，卖的就不用说了。按你今天这个出，烧点水，你先研究。你说二十五，二十五啊，一个是200，一个200，5000块钱。啊，5000，一个200，一个200，一个200，嗯，5000，嗯，这水平好，这水平好，这给小孩带去哈，对，或者给女士带哈，女士，这不男的不带这玩意儿，25个是吧？25个，25个。一个200，一个50，还一个50块钱，还1000多呢，1250，1250呢是吧？那50不能卖啊，1000来，一千起来，你这1000走，来吧，来就行，完事儿了。你就说便宜就完了，25，这个是男戴观音女戴佛，嗯，其实这个不是一手，你看这个，嗯，这个漂亮，不长脸，这个，这个，这单个买，单个，这颜色好，水头也棒了，这都手工雕刻的，跟大家说一下，这机雕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个色哈，没办法，因为这个色，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色如果要是雕到脸上，脸该花了，该花脸了，对不对？对。所以说雕这些东西都是有讲究的，所以说机器雕不了。你看这个色都取到这个肚子上了，知道吧？这都手工雕刻的，6个，多少钱呢？这差里吧。3000块钱，500一个，500一个。那我只能按个给他算钱。你像你那整的话，一堆一堆的，敢卖白菜了，这价格差距太大。这个不是便宜货，这个雕工还贵呢。只要是涉及到人物的，涉及到开脸的，雕工全贵，嗯，全比普通的要高一些。我倒点水吧，倒上，你喝不？那开不好，这一块就废了，就不要了，没人要了，就。1100吧，这东西1000块钱有点赔的太多了，知道吧？1100，一个100多块钱。
那一个也就算是手工费，手工费都不到。嗯嗯，就这个正常雕的话，这一个哦，就行内雕的话，没有150块钱，人家不会给你雕，知道吧？1100回去，1100回去，我认为他们一个能挣上，能挣一半以上，还得拐个弯，就是看你是什么玩珠宝，就是看你是什么场景，是不是？某些明星就是拿珠宝啊，我只能说某些明星就拿这个翡翠玩翡翠，30万啊，就是在咱拿货啊，30万块钱的货，就是这个他转手卖都能卖到300-400万。你这个东西，你看看你怎么那啥，是不是？看你什么圈子？查这个，这点是那是佛豆，这个是什么？浮瓜啊，浮瓜，浮瓜，对，这个是葫芦，对，葫芦，多子多福的意思。这是叶子，你1、2、4、6、8、10、12、14、16。咱们厂友要哪个就截图，知道吗？谁先截图算谁的啊！完了回头我会留那个我老婆的微信，我说你们联系我老婆，我俩他没在这个城市，他可能都不知道。哎，这里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那你还不如这一手呢，全算上。这15个，这15个，这一共18个，一共18个。对，一共18个。嗯，这个叫金枝玉叶啊，这里这个这种东西有镶金的。有镶的，对，有拿回镶金的啊，这个把这个四圈一圈镶上金子，哎，这好像没打孔呢，宝剑，啊，打了，不打孔的话不好戴，嗯，打了，咱们厂友在我这儿真的回去买这些东西啊，捡漏不说，都可以开珠宝店了，你知道吗？多十几个，18个。9、2、9、18。18个多少钱？24、3000、5000、5400。多少钱？5400。5400够一个多钱一个？300呗。三百十个3000，8个。3824。5400。5400。300。5400。5400。这价格我要的一点都不高。300块钱一个。300，这个那正常卖不高，正常卖肯定不贵。300，要200呢？200一个是？28、14、16，3600。3600。100呢？那1800了呗，100，那还算啥了？1800，1500，扯掉，来1500。但是我说啊，这个。这堆儿可别这么卖了，你说哪个？这堆儿呗，这堆儿必须论个来了。这是高货，对，都是好货，没法这么卖这个东西。看看，那也是这么卖，来吧，都这个不能没法这么卖。这对是黄翡，啊，这个黄翡非常正啊，这颜色非常非常正，这一对边手链。啊，回去编手链，女士编手链，这个无敌了，绝对漂亮。中间带个珠子啊，带别的东西哈。你看这个翡的色，你看这个水头，水头特别好。你看这水头多好，你看这色多正，焦黄焦黄的，这色多好。就底部的黄色呢，稍微差一些，是不是啊？嗯。底部抠掉的话，这个完全可以就直接全是翡了。嗯。全是翡，整体都是翡了。对。这一对儿，你给看看价吧。4000，2000一个，实在价。4000，正常卖的话，这个4000卖不了。嗯，市场正常是肯定是啥，40002000一个啊。嗯，1500，1500一对儿。一对1500啊。借了一个，这个。这个当时做的成本都是算不出来了，没法算了，计算不出来了。嗯，那你这1500也是真的有点低。来吧，来，这边放一个。嗯，来，放。这个1500，一个一个来吧，嗯、这个。啊，嗯，这玩意儿。
这个水头太硬了。你看一下啊，这个牛在哪儿呢？胶质感特别好。这胶质感特别好。起胶了都。这个没法成对了，他俩不是一个料。我打开电报。就是非常冰透了，你知道吧？非常冰透了，一打灯煞白的，啥也看不着了，你知道吧？最主要就是胶质感好，看那个啥。这胶质感确实不错，估价吧，来吧，这块大了，我先讲的这个大的稍微有一点点啊，对你给尝尝，你得尝尝，你给他们讲，不太美中不足的地方，优点缺点都讲讲，我不愿意讲，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说这一块我不知道视频里边能不能看清啊？你再往前伸伸啊，有时候看不到。唯一美中不足就是说哪个这一块，它不是整体上，就是说啊，你说颜色啊，对啊，不是，对，它这块差了一点。要是如果像都像它这个头啊，头这一块这个整体下去的话，这块料子那都是在10000左右的啊，就这块料子。但现在唯一它这块美中不足差在这儿了，我认为它整体上。啊，才看这边看清楚一点啊，这块差一点。颜色稍微偏白一些。6000。6000这块。但别看这块小啊，这块小的正常来说要比这个贵的，各位尝尝啊，这块虽然小，但这块更冰，对，更冰。冰更冰。更冰的。如果要是说。它颜色没有刚才。这个应该是在。8000这样。那咱们常有啊，就有的会觉得说，你看我这手指头放后面，你看看，看出影了吧？就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对，它更冰。更冰。像这块如果要是在珠宝店的话，是25000至30000之间的一个价格，就是在珠宝店摆在店面上去卖的话啊，是这样的。这个1500，多少钱？1500，你没要说价吧？没有，1500，1500，看这出有意思。1500差距太大了，这块。1500来你就来就完了，这块1500，这块1700，这块。1700，这手多少？这个1000，这个1700，这1500，来吧，撤走来，只要咱过完价的，只要我过完价，你都撤走。回去可以说是挣钱了，拿它。这个是金蚕吧，是吧？这是金蚕。这个是金蚕。这个这也是一块料。雕的真好啊！这雕的好，雕的镂空雕刻，看着吧？镂空这块有镂空雕刻。对，雕的特别好，雕的不用说了，威武霸气。你看它这个牙，你看它身上，你看周身雕的，它这个牙雕的是非常不错的。你再仔细看哈。你仔细看，它这顶还雕了一个啥？你看，单独雕了一个小虫子，啊，有意思吧？啊，看到了这一对儿，雕的是蚂蚁还是什么东西？挺有意思的，我还真没仔细瞅这个东西。嗯，这一对儿挺好看。这个寓意的话，我记得是好像也是招财的意思。这个是啊，蜥蜴，这是蜥蜴，这个是应该一对儿。估价吧。我拿了摄像头，抽上烟。这个论雕工的话，这个就相当不错了。3000一个。3000一个。一对儿多钱？一对儿多钱。但你发现它的缺点是啥？缺点呢？你发现有一个偏大一点，一个偏小一点。那对呀，明显，应该是一公一母。一公一母，挺能。哎，有可能他真是这样，有可能啊。你放那儿，但是你看这个啊，一个偏大，一个他这个瘦一个，他这个也算是巧雕了啊。为啥呢？他是针对这块料子，他雕这个，对，雕这个蜥蜴是特别是开始巧雕了啊。雕别的东西还真没有这个东西好看，是吧？你看他这个颜色渐变的颜色，包括这个蜥蜴，它就是这种。这种规格的啊，渐变的颜色，
这阵你说多少钱？刚才6000。我操！我怎么电量低呢？嗯，这阵2500。2500，这个低，这个不是，就是绝对不是千以下的东西，你连想都不要想，你知道吧？这雕工各方面的不用想了。哎，充电器呢？你小充电器。我爸给你进来。江姐，等会儿啊，他取下充电器，我手机没有电了，没有电了，完之后那啥。江啊，江，重新来了？没啊，接上了、啊、我暂停了，我就怕那个啥，怕那个，他没电，框架没存住，很完了，操，这价格咱都记不住。这个记住了吗？记住了。一对多少钱了？但你说这价格有点太低了。一对多少钱了？你说是一个2500还行。你说一对2500。一对2500。我说一对是2500。对，你说一对2500，一个2500还行。是吧？对呀、啊。我操，一对2500够1000多一点。1250呗。嗯。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这雕工在这呢。这翡翠上面这雕工在这呢，这个细。嗯，给他们展示一下。建议你上那个我车里头，就我车的备箱里头，还有小盒子，那里面还有翡翠，你就给我拿出来。我今天他妈的都给他们放漏，你看他们机会。我看呢。我那里面有好几个盒子，这个透，有一个盒子里是翡翠啊，其他的是古董瓷器。这个透啊，看着没有？嗯，这个真透。嗯，这雕的好。这个一个你就得卖那价。哎呀，一个呢，你要在正常在市场上，我跟大家说，就是一个少5000，你都不要想。是，那市场上价格特别高，你不用想了。来吧，我就咱们放漏就放漏，不要让曹老觉得说他妈的，哎，怎么还谁给我来电话了呢？那谁又找我喝酒？真天，里面那个古董啊，嗯，姓胡那个，啊、嗯，他是那啥，他是一把手。这个故乡多钱？马上电话才干起来，干这里的。找我就是喝酒，这没别的事儿。4800吧，这个。他这脸这边非常好，我看他是不是这个号。这脸这块是雕的真挺好啊，他这个手工的痕迹都在这呢。多少钱？你说的？4800。他底下飘绿花了，脸这块特别透。他这个吐水这块特别透，而且飘绿了，这块底下飘绿花，这块拿灯一打特别透，特别透。嗯，这雕的也非常立体。嗯嗯，雕挺立体。4800。4800高了，市场价格4800行，这个也凑整数吧，这凑整数吧，这个1500吧，1300吧，1300，嗯，1300吧，亏钱了，哪个不亏啊？是啊，来吧，1300亏钱呢，这个来吧。这料这都是自己开的，都记不住多少钱了，你知道吧？现在你们做，你们肯定整不下来。这一手冰活可，你连想都不要想。放这儿吧。嗯。这摄像头。弄到我哥一边去了。家摆了，没齐的。这个手绢，嗯，来，你给估个价格，3000。你说一下它哪儿好，哪儿不好？好的就是水头啊。我考考你，嗯，你别看它小啊，嗯，水头好。再就是穿小绿珠，黄翡、镶金，嗯嗯，整体上就是这个东，这一串手串，嗯，跟其他手串一比，就往这一放。这项链，这不是项链，也可以当手串，也可以当项链，嗯，往这一放就能看出它的水头不错。如果按你刚才估的价格哈。我先跟你说，这一串你估低了，
真的，这串的零售价都超万，零售价超万，你没看吗？对，当时两串，当时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这个两串，那串是送人了还是哪儿的，我忘了。就是你看一下，就是说做成珠子，做成珠子水头有多少个这么好的？对，这是在绝对牛，这个是在几万个小珠里边挑的，是这样的，是这个东西是一粒一粒挑起来的，穿上去的，而不是说随便拿过来挑。这串水头好，你真估低了，是我这价格说低了。对，这串你说低了，所以说这串真的，这串你真说低了，但是我没办法，咱没办法，我说，你刚才说三千哈，三千都低，我跟你说实话，知道吧？这串你没看好。是。谁呀？张琪。挂了吧，这一千五，一千五来，虽然你估低了，但是就这么走。你就只要是翡翠的，你都拿了吧，好不好？你就把那盒打开是。全拿了，全拿了吧。拿一盒就行。有一盒的是。有一盒里边全是翡翠，好像是拿了。有翻一翻牌子。不可能没有啊！那黑盒里面是瓷器，黑盒是瓷器，这里面有瓷器，黑盒没有翡翠吗？没有，你拉倒吧，那你上来吧，没有拉倒吧，回头再说，我搁哪儿了忘了。来，这串你真够低了，没办法，我告诉你，一千五。这手小冰盒啊，这手起鸡肉了，你看小肚子多好。这手小冰盒，这是给，这是专业人士懂这个货。这五个小佛都漂亮哈，女士戴没治了。它底下背板是白色的，所以说显得你就不那啥，你就打灯拿起来，它照样邦邦的，刚刚的透的。是，这透就是嘎嘎透。而且它肚子也鼓啊，对吧？有的它是薄，它薄，但它不是那么薄，哎，太透了，胶感十足，随便拿一个都一样，胶质感好，这串胶质感不错，这手，一二三四五，小，但是这个料特别精，这就是精，就是翡翠不以大为，不以大为。我跟咱们参考说一下啊，对，翡翠不以大，这是肯定的。你像这个，它比蛋面的料要大啊，是的，比蛋面的料大。嗯，我跟咱们参考说一下，就一个蛋面的价值，100万的都有。啊，就一个戒指的蛋面100万的都有。啊，100万人民币都有，是的，这是实话嘛？嗯，啊，不要觉得说别看小，哎，不要看小。啊，这几个是好东西。价格来吧，12000一枚。12000一枚。对，2000一个。2000，2000，2500个。2500一个。2500个。500一个。对，这不几百？你再好好查查。五五二十五吗？你不说2500吗？这不够500。2000这五个，400一个。我说2000一个。啊，我说的是2500个。这是咋赖呀？五个，走。5000。对，这手绝对好，这手好。看看的，来吧。这手更小了。啊。这都是小，这是宝宝佛，小孩戴的。对，这是宝宝佛，给孩子戴啊，或者说，哎，这个女士戴也好看，女士戴就是戴，哎，特别画龙点睛那个感觉，搁个白金项链是吧？哎，这个就不能搁绳了。这个东西也可以，女生戴的话就是包个银呐、啊，或者包个白金呐、啊，特别漂亮，是吧？包一点就好了。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些，你别看这小啊，就这手工费。这手工费该200一个200，该300一个300。啊，我这什么还电量低呢？啊，该200一个，一点都不便宜。这叫宝宝佛，这是多少个？这个大，那个大，那个，但是那个这个、也是宝宝佛，这都是宝宝佛。对，雕的大。2、4、6、8、10个。10个。
侄子来吧，姑娘吧。嗯，这个要说跟那个刚才那个水工比差远了，就是说如果上水头的话啊，那整体上，但也有个别的不错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这都也不错的。平均估啊，嗯，600一个，6000块钱，2、4、6、8、10，600一个。你这估计都不对。你按我要出的估价，不见你按我出要出的估价，你估计要多钱？你猜我要出？你要卖多少钱？对，我就今天给大家放漏，给他放多少钱呢？对，就放漏多少钱？你猜？你感觉我要放？跟那一样2000？啊？跟这一样2000，10个，200一个，这个能卖卖不了啊？你这么整这个价格？你再猜？那还咋猜了？2500？手工费，手工费。1500来，十个吧，150一个啊，对，就手工费钱，2、3、4、6、7、8，手工费150，只有我能下来啊，就这个，你们下不来，你们手工费下不来，这你要150一个，咋不行啊？你看啊，他你看这雕的多细腻，咱挑一个最小的，你别看它小啊，哎，我没有手盖扣不起来，你扣一个，这个。然后摄像头我让他聚焦在脸上，你看这么小，你看这脸雕的多精细，看精细吧，看这小宝宝粉多可爱，来走，多少钱啊？1500吗？10个，150个，1500敢送了。一点不是跟咱们唱友说啊，就是如果送我这实在是送不起，这价格就是送了，但是基本上跟送一样，嗯，真的跟送真一样，我这基本上就等于跟送，因为我雕也得花钱，这叫佛手，对啊，佛手就3个了，这俩可以当啥？当那个耳坠的，看这佛手，这佛手老冰老透了，看多冰，看了吧，手里拿了一个，这是拿个什么东西？你看看多冰就完了，拿个那啥嘛，拿个小圆的。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一孔啊，这个特意这样就刻了一个棱，这个棱呢就是用作系绳的啊，这佛手没有孔，不打孔，跟大家说一下子，如果你要偏得要穿的带的话，你可以从他是手中间穿过去，这雕的非常细，就这东西手工费，我说我150我们能雕下来，你说说实话一样，你知道吧，你们是肯定雕不下来，这3个多钱，那我直接就说一个刚刚透，1500，跟咱们厂友说啊，今天收的货以先赚钱为主，我不给任何人留货，因为留货了呢不公平，说实话有时候留货了，你这个留那个留货，你说给谁留不给谁留，对不对？咱们厂友在我这留货的，就是在我这之前留货的，现在我那里面放着不动它的，至少10万块钱以上的货，没法给咱们厂友留啊。以转款为主，多少钱？这3个，1500是吧？1500一手吧，这个是一拿的，可以配成那个耳坠的。哎，耳坠也行啊。就是耳坠。对，这东西耳坠也行。这戴脖子可能稍微小，一个戴脖子，2个当耳坠一套。对，这也套。嗯嗯，特别漂亮。嗯，好算账。这个500也是500，来吧，绝对100来块钱一个，手工费，嗯，就手工费走，来吧，那个呢，500，回头咱自己都不记得，看视频吧，看视频，我相信咱们厂友也不能骗我，是吧？回头查视频，这个你说多少钱？2000。200，操！我就来，还有没有？你这整的有点全干没了，太吓人了，这价格。再来一盘，看这个字写的怎么漂亮？来，再来一盘吧。这个字写的，这个是中国发展银行大行长，前发展银行行长给我写的字。我不懂字啊，这个好不好看我也不太。但是这些年了，就一直留着。他给我写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录像了呢。哎呦我去，这一盘子，今天真这一盘子咋卖？
一房子。这房子你要只就这么一扫的话，这房子没有他妈的十万都下不来，真的。这房子一扫就有十万都下不来。这一块就拿过来吧，你还是比来，你就拿过来吧，走走走，这个这一块了。这个当时当这个当时是我自己留的，寓意好，而且是荷花鲤鱼。对，这个、当时是我自己留的，这个我留多少钱我都记得呢，这个我都记得，嗯，因为一共这个是两块嘛，咱们摊友拿走一个好像是，就当做这块留的吧，来展示一下子吧，来啊，啊，留的吧这块，再留留，嗯，行。看一下，咱上去看一下，这雕的荷塘月色太牛逼了，这太辣了啊！颜色也辣，这雕的，看这孩子，啊，雕的多好，尾巴在这儿呢，雕的好。荷花鲤鱼嘛，嗯，这雕的好，这大牌。带着威武霸气，你带带下，整个对，你这个正好带链儿，给咱们看点大家看，你这体格稍微有点偏小，对，再大点。漂亮，好看。咱今天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个布。要是说这个咱摸得太油了，这个油太多了。嗯，要是拿擦一擦的话，会更亮。嗯，拿走吧，给撤走。有心血来潮了就带一带。对，可以。嗯，先放下去。来，开整来，把这个把我这个镜头边上的都往前靠。先把那两块放了，那两块，对，这两块，嗯，这两块都带翡，这叫洒金，对吧？洒金这个词儿吧，是在玉石里边，翡翠里没有这个词，可以这么说吧。嗯，这个但是飘的特别好看。玉石里面那个籽料里头有洒金皮子的一说啊，常友知道一下就行了。这盘大，这盘尺寸大，这盘太大了啊。这多少厘米？这得是达到八了吧？多些，你再拆下来，我不给你看尺。十，不是不到十，八个左右吧。看多些。十个。正好八。啊，正好。也就八。嗯。四六盘是标准盘。这个不是四六，对，这超四六了，嗯，这是八厘米的。嗯，四六盘大概是这样式的。对。嗯，应该这是四六的。对。嗯，八厘米。这三块雕的非常不错，没有什么瑕疵，唯独就是威地马拉料了，啊，这个，对，但这个虽然是威地马，但这个料还挺透的，嗯，跟不错，这料透，我这么的，我这个打一下子，我给看一下，这虽然打一下特别好看，这个我抠起来，看这条龙凸不凸起来，嗯嗯，立体感特别强，立体感特别好，嗯。不怎么漂亮，这一块。嗯，你说三块多少钱？来估价吧，2500一块。2500一块。嗯。我要是说250一块，他妈有点扯犊子了。那真有点扯了。嗯，这个有点扯了啊！你不管是不是那不管是什么料啊，250块是扯犊子了。常有不能让我亏太多。我亏个算有数的吧，300块钱一块是900，1000，3块1000，一块的料不是一块的，对，雕工费，对，你说这么说，一块的雕工费，3块1000，一块330人民币，你就看便宜便宜吧。所以说咱们厂友，以后，你看我的这个翡翠的碾压性强不强就完了，知道吧？看这牙，这块。雕的特别细，可能在镜头里看不清，但是在拿的话特别细，在雕的这个，嗯，这都是手工的啊，牙里边都手工的。走，这怎么整啊？这没法配啊，这个。啊？这是一对儿。这是一对儿的，先能成对儿的，你先挑能成对儿的。这一对儿来多少钱了？这色，
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比较传统啊，这正好这是个喜字儿，双喜。是的，它这是一块料子下来的这块东西。对，一块料子下来的，应该是龙凤啊，龙凤，龙凤，它不是龙，龙凤，一男一女，5000。5000，1200，走。太低了，走就完了。来，这没法配对了，这些，还成堆儿。一个个来吧，那没法配，一个个来。不是一手料，这水头都嘎嘎的水头。不是那个什么，你看这料都不用从那啥，不用从那啥，你看我手指头。都不用从反面资料，真的这都不用从反面，300，知道吗？300，你看狠不狠就完了。走，300。这个呢？300。操，这不好算吗？这个300，我操！你看这料，你瞅瞅料，冰冰啊！你看这料冰冰，你看那色怎么样？就完了。啊，这是雕的是什么？山水。山水300，啥的，我又不愿意拿起来，你知道吗？300放漏，你知道吗？就完事了。几个了？1、2、3、4，这个300，五，300，六，这点玩意儿卖不上，没到2000。1、2、3、4、5、6，36000吧，操！你这一块也不止啊，不能这么整。来，这个这是虎牌，这是虎牌，今年虎年嘛。啊，不，跟虎不虎年也不好，不行，这个比刚才那个好多了，好，好多。这是上山虎。400，这个走，我说轻点轻点轻点动一点啊，哈，真脆点。这个可别那么整了，这个啊，这是大牌子了，是大牌子，大山水了。这一对儿，这对儿怎么等到他们挑，可能咱们还不好挑呢？这个你就一个一个来吧，这么瞅这个。挑500，我跟你说，跟咱们厂友说一下，就这个东西，这都是说不好听的，就随随便便2000块钱东西，市场上都5000-7000一个，真的，你知道吧？你这500块钱，你想啥呢？买这么大五百人民币啊？你不用想，你买这翡翠，这倒是，不是玻璃球子，雕的都是山水。500，这500，走，再来，500，操，这个大。这个大，这桩也厚，还行。哎呀，这忘了调那啥了，调一会儿调，赶趟一会儿调。哥们儿，我们加快点速度啊！这今天我们有事儿啊。500，看看这还双面雕的，你看，机雕做不到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这个我说承诺的是手工雕的，这手工雕的，这后面你看还有雕，不看了，都记不住。500，这是两面雕刻。这500，这多漂亮啊！这都是。有工钱没料钱那玩意儿，这俩一对儿就行了。这俩带串儿、这俩带串儿的，这俩也是一块料，这俩是一块料。这个500不行了，这一对儿1000出不了，这个损失的太多了。这个最少得4000，一对儿4000啊，一个2000呗，是不是？800的话1600，走，1600走，16。又别拿虫了，等到让厂友截图的时候，一截图，划下来。这小窄条子，这几个小窄条。这个是啥？这都山水，这多漂亮啊！我就给大家放漏，你知道吧？有时候46盘，咱们厂友喜欢哪个截图啊？截好了，我别给他们拿错了，你知道吧？300，好，1、2、3、4、5。1500，一手走。这色好，这色正，这对色正。这个是往阳绿走的，往阳绿上走的。这个色就是就这一块儿哈，就这一个块儿，就这色这个位置，色根这位置就抠一个蛋面出来，抠个戒指面出来。说白了，都得500块钱。这俩1000。知道吧？这雕的是荷塘月色，这一对啊，荷塘月色，这个是雕的，荷塘月色，后面是平板的，
一千，这根一千走。慢点，妈，咱给放漏不心疼的，干碎了嘛心疼。这个是雕的是，这个是佛祖是吧？对，拿着一个莲花，是什么佛咱不确定了。嗯，这个胶质感也好，佛像啊、嗯，这是山水。嗯，这不用考虑了，这500，这一手1000，这两个1000人民币。你就看，你看我卖翡翠是不是就是像白菜一样就完了，你知道吧？知道吗？这一对，这对，这不是一对的，这不是一对的啊、嗯。一个来了。这个是400，这得400。400，哦，全让他捡漏来，这个不行，这个行400，这个400，这个你看这色三色的，三种颜色，400，啊，这个400，那怎么上？这个。我跟大家说，你什么打灯这那的，我都想飞机。你竟然给大家放漏了，你知道吗？就是实打实的，这个300，操，完了，来，这个雕的是什么？山水亭台楼阁，你看雕的多他妈细呀、啊，雕的真细。300，这是也是雕的老虎，这个色好，那对，这个色颜色，嗯。300，这个色更好。300，你说秃噜嘴了吧？你来吧，来吧。这个多福，这是。这个品种不一样的，看这漂亮吧？这女士都喜欢。你看这颜色，多子多福。看这翡翠的颜色，达到这种情况。这个是什么品种？宝剑来说一说，给大家讲一讲。干青嘛，对，嗯，讲讲，就是好在啥呢？干青的特征就是有色，嗯，没有水头，啊，它是独有的这种材料啊，这种材质，嗯，有单独喜欢这种材质的。它的色如果带上水，就是帝王绿。那对，啊，就是帝王绿的级别了。嗯、搞好在就是它就是没有水头，有水头那就无敌了。对，那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了、嗯。这一对儿。虽然是干青，这对干青也不便宜啊，大家、嗯、不便宜，不要认为它是干青就是没有水头它就便宜。嗯、这对得1000，一千也够呗，来吧，这太低啊，这个这对1000，开上来吧，这小绿，这个哇绿哇绿的，绿的跟啤酒瓶子似的，你知道？你瞅这绿的跟啤酒瓶子的，雕的这个小佛，在我这儿就是。别看小，300，哎，你要是觉得是漏，你就拿，知道吗？这色儿太好了，知道吗？这都不是便宜货、啊，这也是300，这是个白菜，百财，啊，这个水头差了点儿，啊，水头差了点儿，这水头好的话就这个，30000都正常，这个就水头不好。300，这几个啊？对，全300。300，这也300。这是雕的什么？这是属于一个什么？哎呀，这咱们我跟你说，茶友你就闭，这后面是那什么贴的标签啊、哦？你就撕掉了，你就闭着眼睛捞就完事儿了。你在我这儿呢，没有一个他妈，别说你是亏钱了，就没有一个我不亏的。你要是在全中国也好，全世界也好，你让我亏钱，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200，这个啊，这老虎秃鹰，马上咱们去整秃鹰去。这个是200，这是老虎呢，这个带个链儿，这个水头也好啊，你看，冰冰透透的，你看这手指头也能看着，看这个500吧，这500块钱，这都不是500块钱的东西，这东西2-3千不很正常吗？就算是放入也得在国外的拍卖行，就让你给你都不敢这么给，你知道吧？5万块钱嘛，这飘花飘的好，是的，5万块钱，我拉倒，这个飘花飘的好。常友啊，那个各位常友啊，这个一个是有事儿，再一个呢，就是既然给咱们常友放肉，就没有那么真斤斤计较的，你说就是你看
就是嘁哩咔嚓的就完事了啊。这里边东西全是亏钱的，可以这么说啊。你们咱们藏友自己感受，还有呢跟咱藏友说一下子，发货的话我从问到是啥，至少在国内的话得3天能发货，到你手里怎么也得15天20天啊，有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时间更长一些啊，都不要催我，但一点都不会差的啊，这藏友放心。完之后呢，我会把我老婆的这个微信留到这个那什么，我相信今天基本上也是肯定她的微信号会炸锅，知道吧？我一留，我会把她微信号留在底下。咱们有的会员藏友知道有我微信的，但是不要联系我，知道吧？咱们好多这个会员都有我微信，不要联系我，我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些事儿。完之后呢，发给我老婆，完之后截图给她，完之后你就直接把价格带给她，因为她不知道多少钱。我相信咱们藏友不会坑我，你知道吧？就是我说了多少钱的，以我说的为准，我说多少钱的就直接告诉她，截图给她，完了给她转款就完事了。还有呢，我跟咱们藏友说一下啊，你就拿个3个2个的，你别拿了，你知道吧？你都不够那运费的。你知道吧，就是说有大户的，你就愿意那啥的多拿的，你可以联系联系，拿太少3个2个的就不要联系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我出的都是放在漏的，你怎么也得拿个5个以上的，咱举例子啊，是不是柴友啊。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头，如我呢希望呢就是什么呢，我不会落下埋怨。咱们仓友呢如果有不喜欢的，就是比方说到手了说你这东西是玻璃厂子啊，还有说你说你这东西呢那个不值这些钱，你退给我啊，啥时候都没有啊，你就退给我之后我多一句话都不带有的，因为这么长时间我一直都这么做。好多厂友有的厂友因为这个市场很混乱，我是理解的，厂友是特别可怜的，就是什么呢，就当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东西是老的，还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东西是新的时候，厂友是没有辨识能力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懵了，他觉得哎呀，有人说是新的，还有的人甚至上平台上有，我就不点名说，有的上平台在我身上都发生过啊。他说那个有人说是新的，那我就不争辩，你知道吧？我说那行，你拿回来就完事了，没有那个时间跟咱们那个争辩这些东西在那的。我可以这么说，我汪东这个翡翠珠宝类的不算，就是我说是老的东西一定是老的啊，我没昧着良心骗那个藏友骗过任何一分钱。有多少多少从事古董收藏的行业里的人玩一段时间人没了，为啥人没了？骗了很多人人就没了。我不要说我以前，不要说我现在啊，因为有的人说哎，你现在就可能是比如说条件好一点了，说你不开始走正道了，这样我就告诉你说，往前推1年5年10年我也没有骗过任何一个人，我没有出过一件新货啊。这个我今天对着视频可以这么说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我就扒拉出来视频，有的咱们厂友跟我说4遍，说你好，是那个王老师，说那个你现在最近还有没有明代的这个瓷器的青花瓷器？我专门收明代，专门收它。我说我这边太忙，确实是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给你挑。我的价格你不用考虑，我的价格呢，我一件东西就是真的，有的上万的东西，我的利润才几百块钱，我至少要挣5%-10%的利润吧。5000块钱的东西，我挣500过分吗？一点都不过分，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我确实太忙了，我给你挑这个那个的，你知道吗？完了之后挑来挑去，我给你挑了10个，结果你要1个，甚至我给你挑100个，你要10个，我挣的是批发的价格利润，你让我操零售的心，我能干吗？是不是？藏友，希望咱们藏友理解，我这人说话就特别直，知道吧？所以说呢，咱们从实战当中过来的藏友呢，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啊，你可以质疑我的东西的新老，或者因为你不专业，我都可以理解，知道吧？但是你如果真是上纲上线的，就很多藏友，有几个藏友是天天，我都不用说了，藏友你肯定啊，这些藏友我都总结了，为什么我的这个国外的 YouTube 播了这么长时间，有的时候藏友的氛围还起不来，真的我在国内的氛围比这好太多了，但是为什么还起不来？原因是什么？我跟大家说啊，原因就是什么？我否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了10个人给我拿东西，或者是说1个人给我拿10件东西，有可能9件或者10件我全否了，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有的甚至给我掰扯老长时间了，给我掰扯，有的给我掰扯2-3天，我都没话可说了。我说你这样的，我说咱俩就不用说了，我说你找权威机构你去鉴定，你认为你找到权威机构了，你去鉴定这些东西，如果对方告诉你这个东西是老的，我说错了，
我说这个鉴定费用我出，那我的话都已经说到这种份儿上了，你知道吧？是吧？你东西不对，你知道吧？你东西不对的话，你到最后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有的人说，哎，我这东西在手里留30年了，你跟我俩说这东西是新的，我告诉你，留50年都没有用，你东西该新的还是新的，民国以后的都是新的，特别在国外啊，在国外这种场景，大概是60-70年代，我们中国走出去仿乾隆、仿清三代的东西特别的多，基本上60-70年代出去的东西特别多，距今都50年了，都60年了，但是它跟古董没有关系。这些五六十年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比较高的？比方说一个瓶子值2-3万的，啊，这个就算价值比较高的了，有，啊，但是各位你们不认识，啊，这个我不是说吹，国内只有那么一批人现在能认识到玩567的东西，玩的是这个当时我们567的时候细路仿的，是那个四大名厂仿那个仿乾隆的东西，啊，那个现在价格是比较高，有的都炒到5-6万。啊，剩下的东西可以这么说，你东西都是不对的，你知道吧？都567的东西，你没有价值。那东西你问我是新老，我告诉你是新的，有毛病吗？是不是？你搁60年、搁80年都没有用，知道吧？东西是新的就是新的，它没入清，这东西它就是新的。啊，这个场友，咱们场友一定要知道啊！特别还有海外的重灾区就是素三彩，啊，素三彩是海外，特别是美国的重灾区，我旁边。就往国外的非常知名的平台上去传那个，去传那个就是专门传图片的，就卖图片的。我们海外的厂友拍了买了之后，现从那个景德镇去往那边发货，离咱们的店保健有多少米？那家伙，他妈20米都不到，20米都不到，你知道吧？天天屋里东西啥也没有，就是一部相机，完了之后后面搁背景夸夸夸，天天就拍图卖图，拍完了把东西给人送回去。咱们海外厂人买了之后，买完了夸，现从国外的渠道他们往国外邮，一堆全是假货。还有我再严重的说一下的重灾区啊，美国是藏品重灾区啊，新货的什么新西兰啦、加拿大啦啊。这些地方我跟你说，就是老货没有太多，只能说真正有的都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和比较有竞争力的就是晚清时期的这些东西。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居多的是什么东西呢？也是欧洲国家呢，也就是清代的东西居多一些啊。再往上看明代的或者是老窑的东西，中国的东西拿出去都是10倍的价格啊。就老窑，比方说唐宋元的这东西，在国内卖5万，出去就50万。你在国内，你在国外反倾销，你就像卖煤的似的，你把山西大同的煤，你卖到我们黑龙江来，你不开玩笑吗？是不是？你这理论上来说就错了。你这东西，我问过多少钱？我说你这东西多少钱来的？你就直说，完直说，说我这东西没花多少钱来。我说你没花多少钱来，你凭什么就认定你这东西就是老的？是吧？这种厂友特别多，啊！如果我不确定哈，我通过图片来鉴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图片不精准，啊，不精准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碰到高仿，打90分的仿品，图片是识别不出来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们拍的图片不专业，我一再强调是这个发原图，啊，再加上不专业。即使是这样，我要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新的，这东西就我告诉你就没救，这东西保是新的。啊，我拿不准的，我会说，我说这东西有可能是老的，或者说不确定需要上手，就是我都告诉你这东西是新的了，这东西必死无疑，就是枪毙那会儿的，啊，我告诉你这东西是老的了，可能还有10成，就是10%的可能性，是我走眼了，是他妈他是高仿，啊，就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告诉你是新的这个，就枪毙了，就肯定没救，我今天话放在这儿。这个收藏的行业呢确实是挺乱的，但是进来了之后呢确实也是挺好的，就是既能陶冶情操，同时呢还能获得一些小小的收益。走海外呢，常有随着和我们交流啊，无论是审美观呢，还有一些东西现在越来走的这个越来越提升的越高。还有一些海外常有呢，最近呢我就是基本上我们国内就不出老窑了，也不跟大家展示老窑了。我前段时间直播一回海外的东西，我下一期准备就给大家再直播一回海外的东西，让大家
在海外都捡捡漏啊，虽然是有一些东西是国外的东西，但是价格很便宜啊，捡到国内呢都是漏，比如说德国啊、法国、欧洲地区有好多东西都是小漏，杂项东西好多都是小漏，什么望远镜、放大镜，什么二战的那个瞄准镜啊，是不是等等哈、啊、烟斗子是不是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我会给大家拿出一样，这个咱们参考认识一下的啊。为啥呢？我没拿呢，一直没拿。说实话，不是说我格局小，我拿出来了，因为像这种东西，我跟大家说啊，海外还有一些单特殊的瓷器品类，海外没有假货啊。我说的是特殊品种，但是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近期没拿出来？因为海外有一些厂友在跟我私人独家合作啊。因为这些东西不需要识别，就只基本上就是只要是和差不多那个形式的，都是对的，都是一百多年的啊，拿回来。咱们厂友是不同意我来播，我一播了之后抢市场，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不播的原因。所以说有一些反而简单的东西我没播，但是你问我，你私下里问我这东西可不可以收，或这东西大概收我花几百块钱收，或者花几千块钱收，或者花几十万收啊，基本上就像这种漏没有花几十万的，我花这个钱收可不可以收，我私下里一定会告诉你真话，我说可以收。但是你要让我拍成一个段子的话，因为厂友，人家厂友呢辛辛苦苦捡的漏挣的钱，完了还货都不给别人，还发给我了。你说我王东可以砸我自己的饭碗，但是我不想砸这个给我供货海外厂友的饭碗啊。包括现在可以这么说，厂友都不用该底下举名，有几个地方呢，有东南亚国家专门给我供货的，有日本专门给我供货的，欧洲专门给我供货的人特别多。实话，海外没有漏，有漏杂项的漏居多一些，瓷器漏居少一些，甚至一两万块钱、两三万块钱买一百万块钱的东西的海外都有，啊！但是还有我那天我说过，有一个人啊，我今天点着说也是比较小格局，我帮他看了一件东西，这东西最后他多少钱买的？14000块钱买的，好像是14000-24000，这东西价值100万，差距太大了，差距太大了，真的。回首，你按理来说，我给你眨眼了，我给你看了这个东西，价值100万。你就打赏我10万块钱，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都不怪我，不愿意，有时候都不愿意勒这种人。说实话，你知道吧？哪怕说我说咱俩合作哈，各一半也行。你这自己夸14000啊，10000几买走了，你知道吧？那东西确实是东西是对的，我也告诉了，我说这东西这么看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说你多少钱？他说14000。我说那14000那绝对是值得可以赌一把的，那东西就是对的，你知道吧？那东西。闭着眼睛能在国内能卖100万，啊！说实话，这个行业，你跟我讲究，我就跟你讲究；你跟我不讲究，那我也没法跟你讲究。我这一次给大家放的漏，其实真是长时间不播了之后，有点想各位厂友了，才播一次。我说放漏一定是放漏，你看看今天的所有的翡翠是不是白菜价就完了，啊！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啊。